永城独立影展，永城戏院。1945是民国34年，台湾光复那一年，进入永城戏院历史痕迹啊，福尔摩沙电影橱窗巡回影展，东维加斯山顶上的杰克，欧阳哥替身挚爱，烟梦想贩卖机啊，7:30的太空人荣耀，死神训练班啊。喷嚏少女，12月31日，游泳，面包熊，屋子，海洋镇，早蜥而已，消波块，